中一身正气，冷艳无双的捕快黑羽出场，惊艳一片。这种兼具女儿娇媚和飒爽英姿的角色，张天岸总是能演绎的恰到好处。今日不同往昔，太子妃霸气归来，让大家看到她在演技上的成熟以及戏路方面的拓宽。张天爱在《鲛珠传》的表现，让观众们收获了一份额外的惊喜。虽然黑羽表现的功气十足，但与太子妃升职记中的张鹏鹏截然不同。张鹏鹏是男儿心女儿身，而黑羽是正气凛然的侠女风范。虽然呢也有很爷们儿的一面，但却不相似。张天爱塑造的黑羽娇媚又不失英气，娇媚中带有刚烈，然而黑羽的台词并不多，很多时候都是靠肢体语言，这也增加了表演上的难度。张天爱毫不掩饰自己对这个角色的钟爱，黑羽外冷内热，外刚内柔，这种性格特别吸引我，而且她还是一个惩恶扬善的女侠呀，真是太棒了。在复杂的环境下依旧保持单纯的内心，愿意原谅伤害过自己的人，这是张天爱认为黑羽最打动人心之处。虽然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是张天爱的荧幕首秀，但根据拍摄时间顺序，鲛珠传才是他的第一部电影。上映当天，张天爱在电影院第一次看到成片，感慨良多。除了鲛珠传和建军大业，父子雄兵中张天爱饰演的卢主西施刘雯也让观众们眼前一亮，还有舞动乾坤和妖猫传这两部备受瞩目的作品中，张天爱也再次奉献了精彩的表演。妖猫传中的胡姬玉莲身着黄金舞衣，身姿曼妙，笑容灿若朝阳。如今的张天爱呢，逐渐开启了霸屏模式，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就有了现在这样惊人的成就，张天爱也毫不避讳地谈及自己的幸运。2015年底，一部横空出世的《太子妃升职记》让张天爱迅速从此火遍全国，他笑称自己的人生从此开了挂。张天爱希望观众们看到自己的成长与改变，但他坦言自己并不存在彻底摆脱以往角色的想法。好了，那么本期节目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点击关注，欢迎大家在下方给我们留言，分享出你们心中的张天爱，我们下期节目见。